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都说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是张家大师教给师长的。师长有说过啊，佛法的根基啊，是张家大师帮他扎下去的。这句话能不能轻忽掉啊？我们看到扎根啊，本啊，这些京剧啊都不能跳过去啊，甚至是这些教诲啊都不能忽略掉。我们很容易忽略啊，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这个爱真的心啊不知不觉增长了。会不会遇到佛法了，这个爱真心就不见了？往往什么这个我很喜欢听，这个我不喜欢听。佛法是让我们放下贪心的，放下爱真心的，不是换对象啊。我们对佛法一样还是爱真。对善知识教诲呢还是一样，那就很冤枉了。在殊胜的法缘当中啊，增长习气，所以修行的人呢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关照我的心念，关照的深入啊，不然这自欺一关呢很难过得了。在学佛的因缘弘法的团体当中啊，有没有名啊，有没有利啊，有没有财，有没有色啊，有没有攀比啊，有没有可能会嫉妒啊，我们的好胜心有没有可能会增长啊。我们假如不善观察这个心念呢，纵使在弘法的团体啊，贪嗔痴慢在增长，情绪化在增长，求表现的心在增长，我们看呢挺心疼的。为什么？太冤枉了。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东土难生啊，无量寿经汇集本难遇啊，若闻师经信要奉行，信受奉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但是这话我们要会听哦，你要信哦，
要受持哦，要奉行哦。我们不能只留在哎，我遇到了，哎呀，我好难得哦。这个经句不能解得太浅哦。信受奉行这句话，那我们上一次交流到了善能分别众生语言，我有没有受持啊？我现在是越来越理解人家的心了，还是越来越都要别人理解我？那假如还在执着，都要别人理解我，那不是这个心性都跟无量寿经相违背了吗？那种都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都得别人理解我啊，都得陪我啊，都得顺我。学佛最重要放下这个我执啊，我们这个心不就跟佛法都背道而驰了吗？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呀，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当生成佛的法门呢。这一句《无量寿经》，哎，我这一个礼拜有没有在做啊？解行相应啊。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要靠我们个人呢。我们不放下这个面子，不放下这个攀比好胜，谁帮我们也帮不上忙啊。不放下这个爱憎，都是挑着学啊。所以我们现在观察自己，观察同修啊。老和尚说啊，找一个好老师很难，找一个好学生更难了。我现在已经50岁了，现在对这一句啊，找一个好学生更难，真的讲的很刻苦铭心呐。几个人真正愿意依教奉行呢？听着听着，自己挑着学了，挑着学，分别执着啊，听经不就越听越分别，越听越执着了吗？哦，所以记得啊，刚学佛那几年呢，这个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看着录啊。每一次讲到重点都会有人配合，非常感谢啊。这个专题很重要。一讲菩提心就有菩萨配合大家，注意啊，注意啊。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啊，这印光祖师知道的，这主帅都没有，这仗没法打了，甚至自己残杀自己都有啊。在这个专题啊，陈德呢听了应该有300遍有了。好，我没强迫大家听哦，因为大家的时间啊种种情况不一样哦。陈德只是分享啊，一片光碟啊，深入去听啊，才知道自己啊囫囵吞枣。
一开始听，哇，这两个小时太重要了，听个几十遍呢，哇，这一段太重要了，再继续听下去，哇，这一句太重要了，再听下去，哇，这个字太重要了，哦，所以自己的变数不够啊，根本深入不了啊。学贵自知啊，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所以记得有机会进到摄影棚听师长讲经啊，我们都可以明显感觉进摄影棚啊，老人家慈悲啊，一定会针对我们进去的学生呢，应机说法。所以听完之后啊，给工作人员申请啊，哦，哎呦，这几天这几集可不可以啊，给我一下啊，这些重复啊来听啊。我们要如平得宝啊，来接受经典，接受啊师长给我们的这些教诲。我们现在的难关呢，其中有一关呢，就是来得太容易了，这也是一个关。哎，我们听过的师长光碟，我们有没有想再听第二遍，再听第三遍呢？假如没有啊，可能我们那个敢连续剧的习惯呢，还没去掉啊。哦，我听过了，啊，我记得当时我，啊，我29岁啊，遇到一个长者。哇，是老法师当初还没出名的时候，我们就去听经了。哦，他什么经啊？我都听过了。一个弟子假如对自己的善知识升起恭敬心啊，会不会讲这种话？老和尚还没出名以前，这种话真正恭敬的学生不可能讲得出口的。应该是遇到这样的老师倍感福报啊，要如平得宝，改往修来啊。一珍惜的，越珍惜越觉得啊，师长教诲我差太远了。讲出来的话都是一种惭愧啊，鞭策自己啊，哪有可能再去标榜啊？所以啊，学佛不能换对象啊！啊，我们还没学佛以前，在社会当中也喜欢炫呢，喜欢吹啊，吹牛啊，炫耀啊。甚至穿衣服还怕人家不知道是名牌的啊，都要做一些动作啊，哎，让人家看到。哎呀，所以师长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啊，是让我们放下贪啊，放下习气啊，不是换对象继续贪啊，不是换对象继续吹牛，继续炫耀啊。修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不能把修行这件事看清了。真正修道人都觉得时间精力不够用啊，还可以发呆，那根本谈不上修行了。发呆
把众生放哪里？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呀！啊，我们这一次希望啊，《无量寿经》啊，学一句就把这一句装到心里面去呀！啊，我们学习总要有目标啊！师长，在这个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有提到啊，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这句话我们真听懂了，提醒自己呀，要用真心，不能用妄心了，不能用轮回心了。不能情绪化，甚至于不能讲啊威胁的话。哎，我们这个情绪控制不住啊，就容易用情绪去压人，去威胁别人。情绪也是嗔恨心呐。嗔，这个智者大师劝告的，是施佛法之根本啊，罪恶道之因缘呐，法乐之冤家。脾气一上来啊，几天缓不过来了，看谁都不顺眼。法乐之冤家，善心之大贼呀。把我们的善心都给抢走了，种种恶业之所伏藏，这种情绪啊，都会积呀积呀，都藏在心里面，一遇到哪件事了，啪，火就出来了，借题发挥呀。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啊！我们要用心领会啊，师长讲的话。菩提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这一句啊，真放心上了。就成就了。圣皇之分呢，在乎一念。所以这一句话听懂了，从今以后用真心，不用妄心了。真诚，不虚伪，也不用去讨好。更不要去应付，执行是道场啊！说实在的，你还得去巴结谄媚，也不可能是善知识的。那在佛门还巴结谄媚，那全都地狱去了。执行是道场，一心为公。把为佛法、为众生呢，放在心上，真诚、清净、不染污，什么事啊不带目的性，无求的去做，平等，没有高下分别的心，恭敬人，礼敬诸佛。平等恭敬正觉就是理智，不感情用事不迁于感情，不基于义气
还有慈悲啊，不自私啊，在一切境缘呢，念念为他人着想。学佛最重要的啊，这老和尚讲很多遍了，就是用真心。老人家的心法，我们得放在心上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在这一片光碟里面呢，陈德很多句啊，印象都很深刻。感情的污染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我们听完这句话，六根接触六尘都在练放下自私自利了，因为他污染我最厉害啊。其中还提醒我们修行人不能越修越分别，越修越执着啊。假如我们没有关心为要，我们把贪呢，把这些习性换对象了，换到佛门来了，那就铁定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了。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我们不能用爱憎拣择，这个我听，那个我不听，那学佛不就在增长分别拣择？那我们对于这个有根啊、有本的这些教诲，有没有高度重视它？就像师长说，我学佛的根基啊，是张家大师帮我扎下去的。对呀，那我们有没有重视张家大师教给师长的东西啊？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实质我落实多少啊，落实才有受用啊。所以我们之前一起学习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重实质啊，我有没有在落实这一句啊？珍惜跟师长的缘表现在哪？有没有把他老人家的话放心上去做？陈德自己觉得最受用的几句，首先呢，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当然这一句的前提啊，是学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呢，为佛法为众生呢，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不用操心了。大家注意哦，这一句法语里面哦，可没有开条件哦。有没有说你现在欠人家很多债的？不行，不能受持这一句，有吗？好，有没有说现在犯罪的啊，被关在监狱的人，这一句不能受用？没开这些条件吧？所以信很难啊。今天我们已经遇到人生很大的挑战瓶颈了，再听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他相信吗？佛法有大用啊，问题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啊。
我们先说别人信不信啊？说实在的，我们当下所面对的这些情境啊，我们自己就烦恼做主了，我们怎么信呢？我们自己在现前的境界都有烦恼，我们能够去告诉别人，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自己眼前就操不少心。好，我们要看懂啊，佛在表演什么，师长在表演什么，善观察。佛陀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诸位同修啊，我们现在有遇到割力王吗？那我们的境界都还差得远，那考验都不算太大，那佛都可以快速成佛，有什么障碍呢？障碍不在外面啊，在自己的分别执着念，跟外面境界无关。外面境界事事外，障碍在念头。师长讲的这一段我们真听懂了，不会从外面去找问题了，向内了。所以张家大师教给师长啊，佛法是内学啊，你看这些教导重不重要啊？这些教导一忽略了，我们学20年了，都是门外汉，根本入不了门。所以扎根重要啊，建立修学的正知正见呢重要啊。张家大师指导这些都是修学的正知正见，指导原则。所以自己回想啊，师长教诲的这一句啊，学释迦牟尼佛，你以后的人生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这一句每个人都能受持。师长说这段话的时候有说某某人才行吗？我们都是自己想，我不行了。啊，师长说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哎，大家肯不肯借啊？啊，这个不能勉强的啊。啊，师长也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遇到的一些因缘，对我们世间人来讲，天打啊，不是晴天霹雳啊。哦，对不起啊，最近在讲太在感应篇啊，汉学院的课程啊，强者先迁啊，最近常常讲啊，不孝父母不孝公婆啊，天大的哦，其实啊，很严重的果报都是因为啊，跟性德违背的太严重了，才会感那个果报啊。像今天讲到啊，损子堕胎啊，啊，佛有一部经啊，啊，是因为一个女子犯了这样的错啊，到佛前哀求佛陀啊，啊，因为她很多这个业报相现前了，哦，佛啊提醒啊，五种罪业难救啊，都会堕阿鼻地狱啊！啊，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
破和合身，还有一个就是堕胎呀、啊，就杀害自己的骨肉了。杀父杀母啊，这个最轻的人呢、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啊。所以地狱啊，不是谁创的啊，章太炎大师。到东岳大帝那边呢，啊，去协助工作，他也很仁慈，建议啊，可不可以把刨落之行去掉啊？啊，这个东岳大帝也没有直接回答，那你先去看看吧。结果到了刨落之行的现场，什么也看不到，他就恍然大悟了。都是犯错的人自己的业力变现的，跟阎罗王无关啊。为什么师长啊让我们扎根啊？扎根我们才是善男子善女人，不然我们每天还在轮回性找轮回业啊。大乘法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啊。我们还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心地清净，不求果报，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哦，像梁武帝啊，给我们提醒了，他做了这么多护持正法的事情，但是他有做了啊，我做了那么多，朕有没有功德啊？他在标榜功德了。这一念心啊，把他所做一切的功德翻转成轮回的善业，所以这一句自净其意啊重要啊。可是自净其意的前面，我们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善恶是有标准的，我们得会判断呢。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三业道经》就是。标准的，所以佛给我们表演，遇到割力王没有障碍，甚至于在那个当下用真心啊，把割力王都感动了，所以下一辈子一见了就度他了。乔成鲁尊者啊，那个师长遇到在这个地方弘法立身几十年，最后啊扫地出门，这样的境缘啊，结果师长快速提升了，写下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啊，啊，诸位同修啊，大家现在最烦恼的事啊，就是我们的道场啊，巧把尘劳做道场啊，大做梦中佛事啊。哎，梦参长老，人家在监狱里几十年呢。你看表演不止的，没有被这样的遭遇啊怨天尤人啊，人家在那里面精进了啊，出来宣讲华严经啊，都是我们的榜样啊。啊，今天比方说一个人啊，是在遭遇到啊欠了一笔一大笔债了，
你只要觉悟了，哎，欠一大笔债呀，还是可以呀，生活的很充实，很自在。哇，你亲戚朋友一看你，哇，这个不是普通人啊，一般的人的头发很快就白了。你现在觉悟了，我自己造成这个结果了，我应当接受啊。哇，人家来讨债了，讨债真诚跟人家沟通啊，啊，你要了我的命，你也拿不到钱是吧？好，我现在尽力来工作，我一个月也可以还你多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家能多拿一些钱，谁不要啊？你又很真诚，表达这个态度了。那你就在这样的际遇当中啊，怎么平常心呢？怎么不被遭遇啊动自己的心？这功夫啊，表演出来，你的亲戚朋友一看你，哎呀，你这种遭遇都还能活得快乐，我应该更快乐一点，我又没有你惨。那你说哪一个际遇不是可以为人演说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那一天遇到一个同修啊，他也遇到事业当中啊很大的挑战呢，烦恼即菩提，真的跟他交流啊。没有人一生呢是一帆风顺的。你把现在的境界当做修行，你只要保持这个心境，你现在的机遇就是道场了。好，我从另外的角度跟他交流，我说你的孩子还小啊，你的孩子以后的人生会不会有挑战？你什么时候以身教教导他面对逆境恶缘应有的态度？哎，我们都是在那里想啊，我很为孩子好啊，我们有为他一生在考虑吗？哪个孩子以后不面对挑战啊？不能面对逆境恶缘，绝对不可能的啦。那你什么时候教孩子？不就是当下吗？我们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都没有实质具体。怎么身教？怎么言教？不只为孩子想啊，你这个过程里面，你所有的员工都跟你有缘。你真的能够展现出来，啊，用真心去面对现在的逆境恶缘，就是给你所有的同仁最好的供养。面对逆境恶缘，叫普贤行啊，广修供养啊。好，我们今天面对同修，啊，他在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侃侃而谈，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面对过压力，我们才能够跟人家侃侃而谈啊。啊，假如自己都是一帆风顺的，好的，哎，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最后人家回你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疼。”哦，当然了。我们在面对逆境恶缘了，啊，有一个关照，跟佛陀比一比，跟师长比一比，小巫见大巫，哦，自己就有点，哎呀，羞羞脸了，不好意思了，有什么好抱怨？哦，所以这个也是佛啊，这个也是师长给我们的恩德啊，祖师给我们的恩德啊。你看李炳南老师说：“谁不碰钉子啊？
你不碰钉子，死也得碰钉子。啊，死了谁不碰钉子？啊，进了棺材，哐哐哐，碰钉子，早点碰好了，早点锻炼了。所以啊，人还要幽默一点啊，别钻牛角尖啊。遇到境界考验了啊，幽默一点啊，老天爷真瞧得起我啊，啊，佛菩萨真瞧得起我啊。孟子说的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吧。啊，这么一幽默，说实在的，难受，情绪假的啦。达摩祖师说：“拿来我看看，我帮你安。你正念提起来，它就不见了。圣狂之分呢，在一念之间呢。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古人啊的心境。啊，黄念祖老居士有说啊，以前的修行人呢，三天不遇到倒霉事啊。”就痛哭啊，哭什么呢？哎呀，佛菩萨不加持我了，怎么都没有让我遇到挑战呢？哇，这个心态啊，是我们的学处啊。我们修行人都想着，哎呀，别让我遇到了，让我顺一点吧。所以调整修行的心态很重要啊。所以这一句啊，学释迦牟尼佛啊，自己一生呢，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哇呀，不操心很好的呀。不操心才能随处安闲，自然何测啊，一操心这个身心都不放松了。敬于佛者是为大善的。这个敬就是相信佛讲的，相信师长讲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多？念佛太少了，真的很多念佛啊，很奇妙啊！啊，你在那念啊念啊，共修啊，念的心比较静下来了，哎，刚刚在烦恼的事想通了，想到一些好方法了，屡试不爽啊。啊，我们这一路来经历不少事了，哦，啊，有哪个是放不下了？你后面的路就不好走了，啊，心上无事啊，才能事事啊。我们心上啊没有事情啊。你去应试才能把它处理好啊。你心上有很多烦恼的事啊，你去做决策啊，你去跟人家讲话呢，有可能都气力气机都不足啊，甚至还讲些气话了，那就麻烦了。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啊，就是没有老实念佛。真念了，好多问题啊，自己就想通了。念佛即是自心现啊，念着念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可能就把事想通了。时当念佛啊，截断狐疑啊。对佛法不要怀疑，对师长的教诲不要怀疑，
拔诸爱欲，度众恶缘，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才能往生呢、啊，不能再起爱欲心了、啊，那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拔诸爱欲，度众恶缘呢、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了，不再为自己去我贪了，拔诸爱欲，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跟人家没有恶缘了，都结法缘了，度诸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我们今天检查检查，还有哪些烦恼，还有哪些爱？啊，开示正道，度位度者啊，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我们上一次啊是讲到这一句的。而承德印象比较深的几句师长的教诲，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切的人事境缘都是来成就自己的，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都是老师的。印光祖师讲，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哦，还有一句师长无数次在提醒的，要把所学啊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一句关键哦，这一句不重视啊，就不能解行相应了。只有学，很喜欢听经，不力行但学文呢、啊？长浮华成何人？这样会越学越傲慢哦，越学越执着，必须解行相应啊！这也是张家大师特别交代的。师长开解的更细啊，让我们要行在哪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我们上个礼拜一起探讨心常地住度世之道，我们还以啊陈娟娟居士护持他父亲这个是公案，我们互相切磋啊，我们从人家这个公案学到什么，不能囫囵吞枣啊，人家可贵的地方我们观察到没有，我们观察到了，我们懂得去效法。好，那诸位同修大德，哎，这一个礼拜啊，哎，您有借由这个理跟这个公案的体会，哎，你自己这一个礼拜啊去落实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哎，把传统话介绍给亲戚朋友，嗯，刚好这个礼拜有在做。哦，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亲戚朋友，那我们就把这一句落实了在处事待人接物中了。哦，有没有哪个同学分享一下？
不用长哦，哎，三五分钟，啊，甚至一分钟之内都可以。哦，好，啊，张居士有请啊。阿弥陀佛，尊敬的常道法师您好，你好，各位家人你们好。学生呢分享一下，就是念佛法门哈，目前呢一直一接触佛法，就是听老法师的讲经，引进门的，就是一进门呢就下定决心来，念佛，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但是呢，我目前有学生有一位老师，就是已经年纪很大了，是默学的大学老师，他也是一直以前一直要默学来念佛学佛，几十年前哈，默学一直没有理会，也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后来是默学自己听到老法师的讲经，然后就马上入门，马上接触佛法，马上学。但是我这位老师呢，他一直就学这个法那个法，又学密法，又学打坐，又听这个法师，很多法师都昨天还跟默学说，还发了很多视频给默学说这个很好那个很好，默学一点都不动心。后来默学就把那个印光法师的，就是说这个进修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讲的这段话，我在那个二十四小时群里面还是哪个群里面看到的，这个很重要的，我就发给我的老师昨天吧。我希望我的老师能够，就说我不敢说太多，毕竟是我的老师哈。我自己没有说很多，我就发那个师长啊，或者说印光就原话吧，我发了原的文章，我自己没说什么。我老师发了很多其他的门啊，其他的门派的修学，我只是感恩他，但是我没有说我要学，就是这样。我希望我的老师，他年纪很大了，身体又有病，有很多毛病，我就希望他能够就是专心，马上以念佛为主吧，能够装下心来，不要听了太多太杂。对，所以牧师昨天就把这个印光大师法师的那个那句法语哈很重要发给我的老师。 好，学生谢谢张居士哈，也请你发给大家哈。我到时候会问一下群里面的主持人。 对，可以发到我们的群啊。哪个群呢？我不知道，那好多群，就是文化群。WhatsApp， 哎 ，WhatsApp， 好，好，谢谢阿弥陀佛。好，你再问我们德国净宗学会啊，好，好，感恩阿弥陀佛。啊，我想啊，张居士遇到的情况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可能过去，可能现在，可能未来，不可能没有遇到。哦，所以感谢他今天的分享啊。师长啊，曾经啊，针对一个老者，他也对佛法很爱要啊，他想学大经大论，师长说啊，你时间不够啦，要专修净土。我自己啊，在26岁、27岁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大势至菩萨加持啊，所以我念到这个“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我非常相信，因为啊。我当时候初学佛没多久啊，在慈光图书馆
应该也有师长加持，刚好啊，这个柜台啊，拿出了一本精装本呢、啊，《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他说剩最后一本呢、啊，哇，精装的哦，就送给我了。啊，那个对我修学帮助太大了。好多那个自己想出来的错误的知见呢，通通被印主给这个加持了，啊，当头好几棒啊，这个念头变老实不少啊。尤其啊，那个对专修敬业的那种信念呢，看完之后建立起来。以我们现在的根性啊，真的要专修净土啊！好，所以这一部书啊，面对真想修行的人，真的可以推荐。啊，张居士也提到啊，他面对境界清楚，这是学佛人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因为对象是自己的老师，应对进退啊，都是学问的。对上要感化，所以我们要劝自己的长辈修行啊，最重要的是什么？自己要越修越殊胜，越修啊，越法喜充满。很多问题都化解掉，让老师、让亲戚朋友一看，觉得很有信心，觉得佛法殊胜，只能感化，平辈呢劝化，晚一辈啊才是教化。但是大家注意哦，又不要又听出执着了。嗯，对孩子教化，你还要看他几岁啊？七八岁跟十五岁能一样吗？哦，他现在十五岁了啊。说实在的，我们能心平气和跟他讲话就不简单了，自己心里能不落他。他不好的印象啊，就已经很有功夫了。哦，我现在看着父母跟孩子讲话能不动火气的啊，我就不多见了。好，光是喊着孩子的名字啊，就有火药味了。你说这个后面会发展成啥样呢？哎，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我的母亲喊我啊，没有一次是情绪化的言语喊我的。哦，所以那一天看到《太上感应篇》汇编里面说，孔家小儿不是骂，不知道什么叫骂人呢、啊？曾家小儿不是斗啊，不知道什么叫打仗啊。打仗是东北的说法，对吧？有夫妻在那吵架啊，打仗啊。看到这一句话啊，对父母那种感恩呢，真的是越来越深了。古人说大孝终身慕父母，那是因为人生越走啊，越知道父母的恩德啊，他经历了事，体会更深呢、啊。啊，看着现在当爸当妈的人这样，哎呀，我说真是阿弥陀佛啊！啊，被自己的父母生到教育到了。哦，当然了，
我相信啊，爱孩子的心都是一样的。我们真察觉到啊，自己的这个心念跟这样的言行，真的对孩子啊，有负面影响啊。我们要冷静观察，孩子的行为啊，是结果。因出在哪？要找到啊，才能对症下药。我们看现在的孩子啊，都定不住，很浮躁，哇，话很多。那都是一种行为，根源是什么？心定不下来，他常常感到有压力。人一有压力，我们自己感受感受吧。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话，他情绪挺大的，讲着讲着，我们受不受他影响啊？就感觉有点快烦躁起来了，心里面都讲，你可不可以不讲？大家想一想啊，你看小孩小我们一辈呀，你这个。一训斥起来，20分钟、30分钟停不下来呀。你看那个孩子听起来，他的内心啊，接受到多少的负能量啊！接受了那么多负能量，怎么办呢？一有玩的机会啊，就赶快。尽力的玩啊，把这些负能量舒缓舒缓，憋得太厉害了。我现在看养狗的人呢，哇，那个狗一带出门去，哇，尽力奔跑啊，在家里憋得不行了。所以现在大家冷静观察一下，哪一种动物现在最麻木啊？人，他都憋到什么程度啊？他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呢，忧郁症了。所以从没有看过哪只狗忧郁的啊。有是吧？但是他会抓机会啊。他会在那里，叫你赶快带我出去走走吧。你看现在人呢，自己关起来啊，都快。憋死啊，他还没有 help me help me， 他也不喊了。所以现在人挺可怜的。为什么？从小就遇到情绪障碍。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看到问题点，进而啊。知道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要有耐心啊，去面对啊。没有问题不能解决。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这个张居士刚刚提的，他是我的老师，我们面对这个境界也要判断。好，也提醒我们了，现在外面的资讯太多了。师长啊，在10年因缘里面讲啊，老师只有一个啊，你说几个人学佛的路上能认知到这一句啊？他认识不到，这边学学，那边学学啊，学到最后啊，知见都乱了，时间都过去了。
哦，所以承德啊，很感谢祖德啊，自己学佛的因缘呢，比较单纯，比较幸运呢、啊。哎，学的时候接触到师长，啊，也没有人拿其他的东西给我看呢。哎，就这样一直听着师长教诲，哎，听了五年了，刚好有缘呢，到海口去了。去跟大众交流，就发现了跟着一个老师听啊的好处了。大众一问什么问题，脑子里就浮现了师长怎么教的。尤其师长啊教导都帮我们提纲挈领啊，师长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教导的，心有根本，行有根本。所以不管他问什么问题啊，我只要提醒他，心要跟五行相应啊，行呢要跟五伦八德相应啊，要跟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行愿相应啊。啊，他还没学佛。那我们遣词用句啊，就用儒家的就好了，没有障碍啊。哦，所以记得啊，我有一次2004年的时候，啊，在深圳有一场课程呢、啊，讲完下来啊，有一个老者很神秘的把我拉到讲台旁边去啊，然后偷偷的跟我讲。你一个佛字都没讲，你讲的都是佛法。他好像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秘密。但是大家注意哦，啊，师长有没有啊？这个安排啊，承德去海口。说实在的，师长那时候也不认识我。真正这个见面认识啊，哦，那是2004年圣诞节，啊，承德刚好去了新加坡，啊，去了马来西亚，后来去新加坡，啊，那一年的2005年1月1号啊，我在印尼，啊，我那个54321啊。是在高速公路塞车的状况之下度过了。哦，到了现场，讲课的现场了，已经啊半夜2、3点了。哦，所以我印象很深了，那时候才跟师长见面的。我在之前，师长也不知道我这个人。哦，那有没有说？我们要去的这个因缘，师长提醒，一个佛字都不能讲哦。师长都教了，今天我们假如说老师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讲给我们操作，哦，那这个老师一定跟你说南无阿弥陀佛，你另请高明吧。哎，我觉得现在学习啊，我们有一个态度啊，很有意思。老师啊，要照我能接受的方式教我，啊，不照我的方式呢，就跟老师生气。哎，人这种控制的念头啊，不只用在对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啊，对老师照样。哦，所以现在当老师啊，智慧不够啊，也会得忧郁症啊。哦，听说有数字表示啊，哦，当老师的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啊。
我们要懂得用心去领悟啊。中华文明重视悟性的启发，点到为止啊。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不是死记硬背的啊，温故知新啊，可以为师矣啊。要懂得领悟的，念这个《楞严经》教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啊，师长讲的“入境要问熟啊，要气理气机啊，你自己要观机啊。”每个场合因缘都不一样，自己要会观察。而且啊，以我们现在修行啊，要多懂得勇于承担，多去锻炼自己。纸上学来终觉浅啊，这是一句啊，古人的诗啊。古人学问无余力啊，少壮功夫老始成啊，纸上学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要好好去落实，对这些经句才能体会得更深，体会得更广。那这个教治啊，治理有乾坤呢，治理有般若啊。这一个教治左边两个叉，一个小孩，上行下效，身教啊。今天发了一个短视频给大家，啊，我是借花献佛啊，这个是我们董老师发给我的，啊，看得很感动啊，广州的啊市民见到一个失智老人，哦，你看这男人也是啊。心地柔软善良，男要忠良啊。所以看到失智老人，他是主动去协助，整个过程非常有耐心，随时在体察这个老人的心，一直在安抚他，陪伴他。最后呢，他的孩子都看得很欢喜啊，自己都走到这个老太太身边在陪伴老太太。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他那个孩子的脸呢，就是很热心的那种气质了。这种身教的力量太大。啊，所以诸位当爸爸当妈妈的啊，忠良柔顺要赶快做出来啊。所以这个教啊，左边身教，右边呢，手拿着树枝，很有耐性啊，耳提面命啊，这个耐心啊，也是真诚的展现啊，真心一用出来，精诚所至，精石会开啊，只要用真心，不管自己的孩子现在是几岁都不会嫌晚的。那刚刚跟大家分析到
为什么现在小孩子都定不下来，他心不安，父母啊太强势了，太呀控制了。陈德自己啊从来没感觉父母要控制我，可是我现在观察父母的控制欲太强，然后啊那孩子都有点憋得慌了，多一些啊体恤孩子的心情啊，有时候啊我们呢太挂碍一些事情，有时候很挂碍面子，都很怕孩子会被讲错话，我很没面子，所以本来人家话是在问儿子的，他都插话帮儿子回答，面子放不下，想把孩子教好。 I can't believe it。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孩子嘴巴翘起来了，就开始生闷气了，我又不是那个意思，怎么我爸爸都这么回答。哎，孩子的心安定不下来，他那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他是长期积累的。现在想想啊，师长为什么讲课都放下控制的念头啊？我以前体会没那么深，现在觉得哇，原来老人家早观察到了，现在控制欲太强了，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但是注意哦，不能只是看着别人，哎，你不能控制哦，你不能要求哦。说实在的，我们这么去跟人家讲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控制也先减了。看别人很容易啊，看自己不容易啊。你真正去观察那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呢，他也是不安呢，他没安全感。你去了解他的父母也是从小成长在一个有压力的一种氛围，他自己也不安，然后也误会啊，好像要握住啊心才能安一点。但是很微妙的事情啊，你越想控制啊就适得其反。大家冷静去观察，去感受感受。像我陈德父母啊对我们没有控制。像我的二姐到美国去拿到博士了，她可以留在那里就在大学教书了。打电话回来，爸，我这个回去还是不回去啊？我父亲，你在那发展好啊，你就在那发展，不用回来了。没有控制要求的，都是为孩子想。我姐姐就飞回家里了。结果呢，控制很强的父母啊，哇，他的孩子只要离开他了，上了大学Freedom 啊，我自由了。你说这不是适得其反吗？我们是常常就想着，哎呀，回家吃妈妈煮的菜呀。回去一把门推开，骂，哇，那句话一喊出来，很解压。家是避风港啊，不要搞成连推开这个门了都要先深呼吸两次。
活在这个世间呢、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哦，所以我们这个家经营的一个没有压力、和顺的家，柔和直子啊，舍身得啊。哦，所以当父母的不要强势，当父母的不要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哦，好，那我们呢？学了以后啊，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里面的老师说啊，知道这个法门呢。不尽力介绍给别人就不慈悲了，这一句话呢印象深刻啊。当然啊，你要护念人家的因缘，首先要建立信任。信任怎么来的？付出嘛。所以四摄法重要啊，跟亲戚朋友有交流的机会，首先关心他人，听着听着你就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先以欲勾牵呢，欲是什么？他现在最需要的，最头痛的，他现在这个问题就在那里卡住了，你还在跟他往生很殊胜啊，他不容易听下来，你得应激说法啊。好，那这里师长就提到了四本书啊，陈德现在建议啊，可以再加一本《静修捷要》，因为现在人更忙了。哦，但是这《静修捷要》的加持力啊太大了，五经一论的精华都在里面。哦，弘明正章自性，净土方显唯心。哇，你看这个句子念下来，深深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六字统摄万法。哇，这个坐下来都觉得身体发热，我现在念几句都热起来了。一门即是普门，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十本不离直趋绝路。成佛最快的方法啊，这么大的福报可以快速成佛啊，我们别跟自己过不去了啊，但只老实念，不要问如何啊。子贵愿力强，哪怕妄想多啊，善乱故成病，分别易入魔，句句念能真，决定出娑婆啊。这个是夏莲居老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佛号一扫过啊。这六字黄勉很好用的啊，所以啊，好用在哪儿呢？你真把它用上了，于一切万物啊，随意自在啊。哦，哎，我今天得讲一句啊，不然有人又要说这个陈德法师今天又没有进度了啊。我今天得要分享一下，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啊。哦，我们看师长教导我们了，一切万物啊，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啊，花花世界啊。禅宗有一句话讲，但自无心于万物啊，何妨万物常围绕啊。
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只要怎么做，就可以啊，不受境界干扰了。就是这句万德洪名。所以师长说，知止而后有定啊。定了就不受境界干扰了。定在哪里？定在净土为归，定在西方极乐世界。我现在什么都不求，什么都随缘，随缘净分，我尽力了就好了，我敦伦净分，我也不强求什么，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但是我的心啊，只在极乐世界，这叫啊信愿念佛啊。真正真性切愿求生净土，干嘛还为了世间这些事在那里纠结啊，钻牛角尖啊，放不下，那不是真想往生了。哪怕现在挑战大，没关系，咬紧牙关，此生证无量寿，值得啦。咬紧牙关，咬多久啊？大不了二三十年吧。二三十年换个无量寿，值吧。说实在的，真正咬紧牙关依教奉行啊，不用咬这么久了。只要把一句真落实彻底了，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就不用咬了。为什么？只有我是学生，所有的人事境缘都是来成就我的，咬什么咬？感恩都来不及了还咬。感恩每个人对自己的成就啊！哇，这万德洪名真是六字统摄万法，真老实念佛了，真的可以啊，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我们不要好日子不过啊，自己在折腾自己，也要折腾别人啊。我们习气一上来了，我们生烦恼啊，也让身边的人痛苦了。莲池大师啊，有一段教诲，真是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啊。莲池大师正好念佛的教诲，我念一段给大家听哦，大家感受感受啊。这些都是我们所处的状态啊，这就是于一切万物啊，通通是正好念佛，不就自在了吗？若人富贵，现在挺有钱的，受用现成，你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了，正好念佛啊。当然哦，你假如富贵了，你已经有一亿了，还要两亿三亿，那就麻烦了哦。那你世间还这么执着，那没办法，佛菩萨只能耐心等你了啊。若人贫穷，家小累少啊，是吧？我也没什么钱，又不用去想这个房子要怎么卖啊，股票要怎么办啊，通通不用想，正好念佛啊。若人有子，哎，你有儿子了，宗室得托啊，有后代可以传承了，正好念佛啊。啊，若人无子，哇，没孩子，孤身自由啊，
啊、哦，没有这个下一代操心了，正好念佛啊，若人子孝啊、哦，这个孩子挺孝顺的，安受供养啊，啊，你都不用操心了，他都给你奉养，正好念佛。哎，你的孩子很孝顺呢、啊，你不好好念佛啊，太对不起他们父子啊。啊 哦，若人子逆，哇，遇到忤逆的子孙呢、啊，免生恩爱啊，刚好你看破放下，正好念佛。啊，若人无病，称身康健，正好念佛啊。啊，若人有病啊，啊，像我的体力不怎么好啊，切净无常，哦，正好念佛啊，哦，所以好像佛门说，修行人带三分病啊，他有一种警觉性啊，哦，哪天无常来了，我到底有没有把握啊？啊，所以若人有病啊，切净无常。正好念佛，巧把尘劳做佛事啊。若人年老，哎，老了也不要生烦恼啊，光景无多啊，正好念佛啊。啊，若人年少，啊，精神清丽啊，哇，精神头这么倍儿棒啊。哦，正好念佛啊，好好表演一下，要以六祖大师为榜样，24岁就开悟了啊。若人处闲啊，刚好你现在事业不用太忙，心无事扰啊，正好念佛啊。若人处忙啊。忙里偷闲呐、啊，哎呀，好不容易有一块时间了、啊，赶紧念佛啊！正好念佛，哎，这样的人反而那个念佛的功力提升得快哦，他很珍惜呀、啊。好，若人出家，逍遥物外，正好念佛若人在家。知是火宅，啊，知道这个家里面考验不少啊，正好念佛啊，哦，深深体会，哎呀，家庭里都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看破放下，啊，甚至于更有愿力啊，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啊，亲眷永团聚啊，法界逍遥游。一家人呢、啊，共种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提因啊。若人聪明，通晓净土，正好念佛。若人愚鲁，听半天好像经也听不懂，也没关系，别无所能，正好念佛啊。若人持戒啊，若人持律，律是佛智啊，正好念佛啊。而且啊，念佛是道共戒呀、啊。你念佛的时候啊，没有其他杂念了、啊，就在持戒当中了、啊。啊，言持三业，言持身口意三业持戒。啊，若人看经，啊，经是佛说啊，正好念佛啊。经是佛所说的。是从佛的真心出来的，怎么样才能解如来真实义啊？
真性去读啊，真性去看啊，真性去听经啊。怎样才能用真心呢？老实念佛，心就越来越清净了。所以念佛跟深入经藏有关哦。念佛跟能不能持戒持好有关哦。念佛跟事业能不能做好有关哦。念佛跟能不能把孩子教好有关哦。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要把念佛摆在第一啊，这个开示太精彩了。我们得用心去体会哦。啊，若人参禅呢，禅是佛心啊，正好念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无上深妙禅呐！啊，所以若人悟道，悟须佛正，正好念佛，十本不离，直趋绝路啊！最快成就的方法，假如不是最快啊，十方一切诸佛为什么要劝他的学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皆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所以成佛快啊。好，所以我们好好体会啊，莲池大师啊这一段正好念佛啊，我想我们就能够这个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啊。好啊，今天抱歉了，时间有点超过了。